大家好 ，S 车道，我就啱啱同啲小学同学去完海洋公园玩啦。咁依家净系5:22嘅啫。咁就见依家南港线都列车上面已经通过车啦。咁就不妨行过去黄竹坑睇下有冇列车啦。咁就依家海洋公园站，咁就我应该放埋另外一条噶啦。咁就影咗条桥嗰边噶啦。咁就依家沿住路轨去啦。同埋嗰边咧，冇影到嘅，因为难影啊，咁就有架工程列车，唔知有搞边科啦。咁就搭缆车嗰阵时见到啦，哦，好型啊，好型啊，哇，好啦，一直沿住路轨咁去，我都未嚟过呢度，我完全系未踏足过南港岛啊，除咗海洋公园嗰忽之外，完全系以外嘅地方未去过。咁就上面。探索下，我哋用近跟住去海洋公园啲巴士咁鬼贵，嚟嗰阵时啊，为咗跟佢哋羊群效应，搞成冇咗成十个几位学生都系咁。唉，如果有用小童价就好啦。